朋友们，徐汇百联来看小米汽车了哈，苏七，你看试驾的人还是不少哈，围观的人吧，应该叫做还是不少啊。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吧，橄榄绿。给大家看一下内饰哈，这个内饰是这样的一个感觉。关起来还是质地有声的，轻轻的一关，质地有声，对吧？然后后备箱感觉还是蛮深的，对吧？但就稍微低一些。我觉得外观设计有几辆还是蛮好看的。看一下它的细节，正面这辆车真蛮好看。这辆车的颜色就有点说不出来，就感觉品质不是特别高了。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识货，这是苏区 MAX， 还是可能会更贵一些，我感觉。而且它这边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这个有点像跑车样的颜色。然后刚才还有蛮多外籍人士来试驾，说实话不太懂车，就只能从外观还有里面的东西看，性能还是不太了解。